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lex。今天我们来用这台来烤 bagel。这 bagel 在好市多买的，因为怕不熟，从冷冻库拿出来，因为怕不熟，所以我们对切。好，那就刚已经热锅热好，就下去吧。我这是用平面的。放好之后，然后我们用，先把它盖下来。哇，这个很疗愈，大力压很疗愈。这样子坏掉，如果有人买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。这个灯是会亮的。这灯怪怪的，我看一下，哦，有烙痕。跟大家讲一下 ，Alex 有买这台吐司机，日本的，从冲绳带回来。这台的 size 它只能压半个，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大，可以压到将近压到一个左右。我再热压一下。热鸭真的好吃，因为它热鸭就是整个是脆的。热鸭差不多，那我们这样把它打开看一下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我再提醒大家，这面铁板呢，千万不要用那个叉子啊去刮，它会受伤。那这塑胶板呢、啊？等它冷却的时候，用塑胶去刮，不然它会融化。Alan， 嗨，早安。Alan 来了。阿姐，那个优米嘞？在睡觉，小嘎嘎。让我看一下。听到声音了没？整个都是脆的。OK， 真好吃哦！跟他买一下这个口味是那个肉桂葡萄。我们这是五月的时候去买的，现在是十二月了。一般买回来要记得，因为它的量比较多，记得要放冷冻库才能保持比较久。对，这杯推荐一下这个口味，肉桂葡萄是超好吃的。好，先这样。